我是戴开成，我是阿霞。常言说得好，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哎，文化交流，幽默创作，不分男女老幼，哎，不分国籍你我。精彩的演出，你来看的话，保证给你带来好运气。哎，我们在四剧场等你。来自法国的阿霞说的一口流利的金片子，和台湾落语家戴开成先带来一段台湾女孩新婚之夜的响声段子。有什么事明儿再说吧，今天太累了。开始啊。开始什么呀？掏出来。掏出来？掏什么呀？快掏嘛。我都跟你掏心掏肺了，我还掏什么呀？哎呦，快嘛。掏什么呀？到底让我快把今天的红包掏出来，算一算一共赚了多少钱。本周一响世界带您认识集合异国元素为传统曲艺融入新活水的相声演出。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一响世界。